你不是郑群，咱妈妈还佫有听，那天你还拄好伊嘛来，带伊去泡一下酒会。蛋姐，想莫过去。你甚物啊？你袂感觉因伫个即个时机机面足敏感的？敏感？甚物意思？阿伯伊甲Tim是来出卖钱的，他来出卖，即马要甲咱手迄块块，安尼表示咱是竞争对手啊。 既然互相竞争，是安怎郑群会伫这个时机，甲伊约出来见面啊？尚在人即马到底是伫咧讲啥？我咪想想这啊，人真有可能只是约出来食饭抬杠尔。迄是你想过天真啊，亏着，咱是莫过去，看卖人到底是伫变啥物吧。我看，你真正八点钟看想这啊？哎呀，你毋捌啊，咱去坐啊。 即小投票时阵，你先计啥？你怎个看妈咧？恁只要比我先，管淡薄啊，对咱顺利表掉啊。不过既然你都决定要互你管好阮啊，到时阵我先计啥，都唔是安尼。即计啥，管你倒袂歹，真大好呢。 那样呢？这群那个那表单，替我这妈妈看。这个表小，伊一定输得下，讲我什么条件啊？真正是天助我也！本来跟你想讲，要安怎使罗志成跟罗振群搞，想不到竟然家己把表单摕出来，罗志成即马看到安尼做，心内一定足袂爽的哦。志虎，你莫误会啊！ 你嘛知影，来之前在清洗时阵，什么代志拢为我去想，连公司的代志也替我处理好势。即马阿姊已经无伫个啊，公司如果是一手创立的，我是伊唯一的小弟，我当然有责任替伊把公司救掉。卡边可能有一挂人，若是对公司有企图，会做出对公司不利的代志。 这阵，假使你讲的对公司有企图的人，是我跟郑群，那你就良心。洪腾是我跟淑娟一起创立的公司，我对淑娟还有洪腾的感情，袂疏离，所以我一定会尽全力，把公司救掉的。阿妹，既然你是洪腾的大股东，你想要参与公司的代志，我不会讲。 我希望你跟你心头了解，唔通让伊有你的看法。我希望你是真心有你方程好，唔是为了你家己私人的目的。师傅，你这句话是啥物意思啊？做代志，但是公平正大，我对我讲话都无别个意思啊。 我尊重你的决定，也够顺利。我希望做任何代志之前，一定要好好考虑清楚，唔通恁公公，我拢看得见。